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，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，世俗到天亮。几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，看完结局才是笑话。你看我多乖多聪明，多么听话，多奸诈。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？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，多么不流行的模样，都应该练练书法，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热情买账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几百年前做的好坏，没那么多人在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，抖抖女干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。要是能重来，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，是为了模仿。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？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，多么不流行的模样，都应该练练书法，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热情买账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。几百年前做的好坏，没那么多人在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，逗逗女孩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。写写诗来澎湃，抖抖